基本上每天都是情人节吧，因为我们平时训练完的话，就视频聊天啊，然后都是不断的在分享自己的过程这样的。我觉得我跟我老婆的话是还算是每天都还比较开心的这样的。如果有比较长的一个假期的话，我希望带着我的爱人，我老婆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。因为我老婆太喜欢周杰伦了，然后我从小的话也听周杰伦的歌，当然了，我唱歌五音不全，这样子吗？你是喜欢吼听什吼么？吼吼，喜欢双截棍什么？我唱歌不行的，我唱歌不我行模的。仿给你我听。觉得小时候比较喜欢听的还是这个双截棍，很酷是吧？对，很酷，因为我们从小的话都有一种武侠的梦，然后为国争光的这种梦，然后双截棍的话也代表了咱们中国武术传统。嗯。